为了辉宝的土豆腿，爷爷也是煞费苦心，又是拉腿，又是按摩，又是拉筋，就是想帮他变成大长腿。我们来看看成效如何。土豆，你看熊猫。谁叫我？什么事？这下误会大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妈咪，都是你，人家叫个土豆，我都以为在叫我。你要证明给他们看，土豆腿短小精干。好，看我的。这下又误会大了。这不能想，我生的要认真想。女儿没事，小小失误。这下数不清了。女儿怎么突然不见了？我不好想象，快忍不住了，分散注意。哎，辉宝这土豆腿还得再拉一拉，辉宝再忍耐一下。我快不行了。必须拉倒，头以下都是土，快成功了，再坚持。让我们来看看成果吧。怎么样，有成吗？说来都是泪。